今天呢，因为是国安法之后的那个新年，那我来买那个牡丹花和桃花。牡丹花呢，可以象征着我们呢每个家庭呢圆满和谐啊，花开富贵啊。桃花呢，我希望我们的后一代呢，那个大展宏图吧，希望他们的明天呢会更好。每年过年我一定会买三种花，一个是橘子，啊，那大吉大利，其他大吉大利的意思，啊，还有一个是剑兰，还有我一定要买红色的。希望香港越来越好，疫情快点过去，市面上会兴旺，经济会好。